来，阿生，来，不要，厨房饭菜好了，继续抬饭菜。是，来，别偷吃啊！ 陈天斌，你干嘛啊你啊？叫你搬餐盘搬到地上去，没吃饭是不是？高班长，我还没吃饭。我也没吃啊，他吃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今天很多事情要做？打完饭菜，还要洗餐盘、倒厨余、刷餐厅，你这样拖下去，大家都不用午休了。东家快，是。 小心啊，班长。哎，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在班？吴勇跟赖虎嘞？对啊。嗯。这种时候吃炒青菜的话，我妈炒的时候啊，我会加点小鱼干进去。 这餐桌，哇塞，太好吃了！哎，你们两个把口水擦一下，还有时间在这边聊天，大家都在外面忙，你还在这边抬杠，看什么？还不去搬菜桶？ 真的很奇怪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叫你们打个饭也差点打翻，因为叫你们打饭班好了。班长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只不小心被椅子绊到而已啊。被椅子绊到？你这么大一只，是我的椅子被你绊到吧？高班长，我们的饭菜抬出去了。高班长，我们餐盘也摆好了。好了，你们几个先回吃饭。谢班长。谢班长。 饭喽，等一下，你们三个就把长官做的饭菜打好。哦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先吃饭？丫头，你有那么饿吗？他们吃完之后换你们吃嘛。还有，你摸鱼摸很久了，脸上那些可爱的餐盘在那边等你等很久了，赶快去打饭菜吧。老师，回来。 这还有一锅菜啊，一抬过去吧。第五班的长官做的饭菜好好打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 饭汤各一锅，还有水果小菜不能少。是。哎，亚彤啊，你会不会打饭菜？那每一盘打那么不平均，有的多，有的少。你看那一盘，这么少是要给谁？给我的是？不是啊。打平均一点嘛。 慢慢的吃饭，动作加快，然后还有工作要做，不要拖拖拉拉啦。吴勇，你把你的餐盘端起来看看，这样子会不会太夸张了，班长？ 你不是说这是打饭班的福利吗？你这是要开福利社吧？你看看你旁边的赖虎，他这么贪吃，现在又懂得什么叫做节制。
班长，最近超课太超了啦，我都没什么胃口了。我是不是变瘦了？没有，我要福利是不是？班长给你福利，这一盘菜，你全部都给我吃光。你如果让我看到那一根菜，或是那么一点肉丁，你就死定了。继续动作。 是班长。啊，你的锅端嘞？吃不下，胃口不好。哎呦！哎。 班长，我们都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我看你们是吃撑了吧？去配菜。吃班长。陈柏翰、丫头、陈天斌，换你们去吃饭。班长。哎，不要摸了，赶快啦！ 吃饱，吃饱。哎，你看，哇，那人真多啊，不给对耶。那我要多吃一点。拿多一点，拿多一点。哦。哎，帮点忙啊。哦。那人真多哦。哦。 哦，好，我先讲，好了，餐盘该收的收一收，该洗的洗一洗，不都快进来了，赶快去帮忙。我们才刚开始吃哎。嗯。你们吃的厨余剩下这么一大堆，还说你们刚开始吃？这不是我们吃的啦。不是你们吃，难道是我吃的？废话那么多。再给你们3分钟，吃完赶快去帮忙，开始动作。